兴哈啊来参加我们的彰化县政府建县300周年哦啊的这个活动啊，这个屏风草剧场哈啊举办在我们西湖镇的妈厝国小来演出，也感谢妈厝国小哈啊提供这么舒适的场地，让小朋友能够欣赏精彩的艺文表演。今天演出的剧名是《新绿野仙踪》，也是改编自小朋友耳熟能详的故事。透过戏剧活泼生动的演出，能够将法治的观念深植在小朋友的心中，并进而传递到家庭。透过潜移默化的方式，将连结的种子向下扎根，让小朋友能够培养正确的品德观念，然后养成守法诚信的好习惯。感谢我们的妈厝国小的校长。提供大礼堂这么舒适的环境。彰化县政府的政风处来办理建县300周年的系列法治教育的讲座活动，那带来了我们这个屏风草的儿童剧团，来给我们儿童借由欣赏剧团当中了解法治的一些正确观念。那我们学校也非常荣幸哈，在这个屏风草剧团的几场表演当中的其中一场，那我们也邀请到我们政工所的政立托儿所的大班的同学们、小朋友们，跟我们一起来学法治学廉政，然后也庆祝我们建县300周年。我太羡慕你了，你不但有一颗心脏，还有一个健康的脑袋。为什么？